觉得一念间就是一种直觉的反应。觉得一念间对我来说是一种选择。我觉得一念间就是人生在面临选择的时候呢，最好的直觉，不用花太多时间去思考。一种头脑都来不及思考就说出了第一句话跟做的第一件事情。我觉得一念间就是连脑袋想都没有想，可能只有0.03秒的一个反应。它就是闪过这个想法这么简单。一念间呢，我觉得非常简单，它可以存在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，是一秒之间做的决定，但是呢，可能是你在好几世以前就已经累积的想法。一念间就是当下你立刻要决定的一件事情。走两个不同的方向，人生的风景有可能会完全的不同。一个 moment， 有时候决定了我们未来的风景会是什么。